先来说说这鞋子吧，大家有没有看这个鞋子整个这个鞋身，哎，还是比较有创意的。这个创意最初踩的地方分为三点。第一点呢，这两双鞋子拼到一起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侧面这个地方有"Liushen"两个字？哎，这是它的第一。